本列车的终点到了，请您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我过去做牧师，然后都是总是我可不可以为你来祷告。我常常这样讲，当然没有人拒绝，家属也都会低头，然后看着我扶着这个病人，然后一起来祷告。可是当自己然后有牧者来看的时候，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的时候，那却完全不一样。是我们自己认为很属灵的，我们能照顾，我们能做这一些，说不定我们也自认为自己在灵命上很强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有人能够来为我们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我认为你不必害羞，我能不能为你跟你的家人祷告呢？